咱初八、初九两间祭祀吼，咱现场有提供着千外份的别个特色的料理，吼、哦，咱有请到咱真敖做这个西点的师傅来个现场现做，啊，免费提供有千外份的这个巴肉的创意料理，啊，欢迎大家。来参加，啊，另外十二月七八暗时，也有这个真精彩的歌星表演唱歌，嘛邀请十二月七八暗时来社寮花市听歌、看节目，度过一个真快乐。这个麦啊，系电视啦吼，咱社寮所做的麦啊吼，有百几担，啊，佮有白啊吼，白啊农，咱社寮白啊农种白啊技术。啊，拢真牛吼，种出来摆拢低骨切，啊，另外也有地方小厨，嘛有百外担。啊，阮这几年来，来参加驻外巴肉节游客，一年佫比一年较侪。啊，乡长伫遮邀请全国所有的好朋友，十二月七七、七八、七九三天来阮社头。参加驻外巴肉节，啊，来阮社头佚佗，来遮买好穿的鞋啊，啊，来食好食的地方小吃，邀请大家。哇，各位，咱在场很多的贵宾吼，各位来宾，你看到咱非常美丽，咱的模特，咱的校园美女哦，穿着咱社头有说。自产的这个网袜哈，非常的美，非常能够修饰美腿的一个部分哦，非常可爱的我们的袜袜的小织女哦，还有也可以看得到我们两位美丽的校园美女啊、哦，她们所展示的呢是南京嘛时尚界时尚女生哦最喜欢穿的这个网袜跟她的一个造型袜哦，非常的美丽。那各位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相信呢在座的男士呢一定拒绝。当这个臭男生哦，我们不当臭男生，所以我们的袜子呢要有吸湿、排汗、除臭。那它的这个功能哦，也让抢男工哦，请是阿康哥刚给我们挽回啊哦，所以可以看得到我们非常具有阳光的这个休闲的，但是也休闲的时候啊哈、哦，不管是要去散步，还是要出去走路，还是要骑铁马，咱会用穿到咱的这个袜子的中间吼，会当给咱。有一个弹力的保护哈，啊，看到咱呐呢，七七七头一起知道拿着一对对的情侣呢，不管是骑脚踏车还是休闲的走路呢，都能够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足下的一个穿着，非常舒服哈。哎，那我们台湾的除了吸湿排汗，又能够除臭，还有我们的银离子哦。那的银离子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织袜产业里面呐吼啊，那的这个技术，那的银离子非常的超越鬼。或者我们在正式的一个场所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我们独步全球的连身的织袜。各位可以看得到，模特儿身上所穿的这个袜子呢，是从足部一体成型，到一个正面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腿部的一个造型的一个特殊。相信在魅惑时光晚宴当中呢。啊，当我们的女士们穿上了这一袭的一个晚宴的哈，非常魅惑、非常美丽、具性感的一个连身裤袜，相信是我们非常能够吸引我们的一个焦点跟我们的目光。同时，这也是我们社头的侠刀雍哦啊，这个独步全省、独步全球的一个技术。够累白哦！十二月七号、八号、九号连续三天的活动哦，欢迎盛情莅临我们的彰化社头的果菜市场。我们的织袜芭乐节呢，连续三天的活动，除了有我们全国最大的织袜精品的特卖会、展售会，还有请大家来吃上千份的芭乐的创意料理，还有在地的农特产品，很多精彩的我们的在地的。热情的演出之外，我为您邀请到我们的哇超级巨星王世贤星光晚会烟火秀，邀请们
专各位亲家或兵同进行的社群莅临2018我们的彰化我们的社头之袜芭乐节。